我才六千万，我才六千万，我才九千万，换钱变九千万，我才八千万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真的多少钱？九千万，九千万，上回都九千万。我才1.2亿，于小敏1.2亿。哎，你跟他急了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我也才1.2亿，你就跟风。哎，你徐亚摩和于小淼一样，我猜我才1.1亿，你那不靠谱。哎，我猜1.3亿，1.3亿，漂亮。哎，等等，轮到我了，我10个亿，猜，我跟霍总一样，霍总是多少，我就多少，3个亿，3个亿，你猜多少钱？哥，3个亿，我猜1个亿吧。好吧，太少了，就是啊，太少了。好了，现在大家所有的预估呢，我都写在黑板上了。到时候购物节开始1分钟之内，谁的销售额数字最接近，谁就是赢家。好了，购物节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大家记清楚你们刚才自己报的数字啊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4、3、2、1，一路往下涨啊！多少？你怎么样啊？气死我了！不要追！